我给你带了一个一级装的好酒，过来找你聊聊嘛。没空啊。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都不尊重一下兄弟之间的情谊吗？喝杯酒呗。你是不是特别闲啊？要不我给你买张机票去非洲考察一下新的项目啊？ 撤了。我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唐根金的事儿我跟他聊什么？哎，得亏没进去，不然还得削我一顿。怎么？那我先回去了。 紧张，我还是紧张，怎么办呀？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迎来我眼睛的最大考验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啊，不紧张啊。啊，抱抱抱抱。哎呀，手太抖了，来抱抱抱抱抱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哥，他真的不来了吗？你哥说了，你的吻戏他一场都不想看。 哥是不是来了？你看他来了，他可能是想来看你拍吻戏吧。放心，琳琳，我跟他聊两句，你先。行，那我先去忙，你俩聊啊，我先走了。去吧。怎么啦？什么事儿啊？你想好了吗？ 要实在不行，让小唐鑫改改剧本呗。剧本能说改就改的？那要不然你就，你会接吻戏吗？主要是想着你这是初吻。那也跟你没有关系吧？是，确实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我这不是提醒你一下？我现在都是演员了，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了。 而且我觉得把初吻献给大荧幕，还挺酷的。酷，丁老师现在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请。好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两位先站一下啊。哎，唐鑫，这一场戏是没法动的。这个呢是剧情需要，没法动。哎，好看啊。 光线，稍等啊，我看一下。那个伞帮忙收一下吧。来，谢谢。啊，因为是这样啊，我希望你有一个旋转的动作。哦。嗯。好。所以你右手是要吃力的，要扶在他的腰间的。对，然后两个手不要叠在一起，好转吗？哎。哎。哎，导演，这是个坡，然后我的右手上部戏受伤了，现在吃不上力气。那你左手呢？你现在左手。左手应该是可以的，试一下。 丁丁，你觉得呢？你手放在哪儿舒服一点？左手不太舒服，但是这个，这个姿势有点扭。咱俩，待会儿上去等会儿。找不到一个合适的。没事没事，陆导上去亲自示范。原价不一样啊，导演。啊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老季，你觉得往哪边再走一点？你看能不能往后一点？再往里是吧？对对对。哦。 霍总，霍总，霍总，来来来，没事，你不怕我干嘛？霍总，霍总，没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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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霍总，霍
谢谢导演，你刚才捞了我一把，要不我就掉下去了。好，没事。什么？你比我了解一点？当我没看见？走，你再不走，我让陶宇把你发配去非洲。所以那天你也在房间里啊？别说，快走。老谢，刚才那位置行吗？啊，行，陆导，可以。行，那拍吧。好，来，准备拍了啊。彭州，用左手搂腰啊。好的，导演。还用伞吗，朱哥？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哎 OK。导演，我就在你刚刚的位置演就可以，对吧？可以，我去趟监视器啊。哎，好的。哎，快说说，荧幕初吻的感觉如何？哎呀，我看他根本就不记得什么荧幕初吻，满脑子想的都是跟陆导的初吻。不听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别乱说，那只是个意外。你们要是乱说的话，陆导知道该生气了。哟，不怕自己吃亏，反倒怕陆导生气。哎呀，你很不对劲哦。哎，等等，你跟陆之行亲了？哎呀，那真的只是个意外，还好明天没有我的戏，不然我尴尬死了。来，老实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觉得自己吃亏还是没吃亏？本来是要跟彭州拍吻戏的，结果现在让陆导抢先了。要不我跟你哥说说？啊！别！你千万别说，千万你可千万别说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笑得那么开心？我现在突然想起来了，我刚才见霍晨东，我说怎么表情怪怪的，吊着个脸。哎，原来是因为这个呀！我跟你说，在现场那会儿，要不是我拦着，他能冲上去给陆导一拳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么一想，还挺爽的。匆匆的遇见，那一次回眸，有无限的温柔。夜晚的路口，穿行的车流，在原地等候。晚风吹灭了巷口，拥抱你以后，亲吻你额头。怕等待太久，在身边守候，还没有爱够刷牙。专场过去要多久？大概20分钟左右。多幸运才能遇见你。师傅停车。陆导，你去哪儿？我去买点东西，不用跟着我了。约好了永远不分离，在安静夜里守护。他不是有一袋桂圆糖吗？还来？睡了。还没有。导演有事吗？今天没糖吃吗？怕你吃多了糖真的要去看牙医，我不好意思送我。开下门，送你个东西。
有事吗？啊，没事，我给你回礼。不用不用。哦，没事，那就当赔礼吧。真不用。虽然说是意外吧，但是我还是想跟你道个歉。你也不用躲着我，毕竟后面的拍摄还有宣传，我们还是避免不了见面的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赔礼不够的话，啊，够了够了，我没有要怪导演的意思，你真的不用太在意。礼我收下了，这个事就过去了。哦，那就好。那你早点休息。晚安。晚安。哎呀，太紧张了，快走。黄位置，黄位置，不合适吧？这些人来到底层空间了。实话呀，实话。哎，从不用到夜幕，窗里一风。干嘛？这么多人在呢？那我说，行了，没事儿啊。要不是沾咱们唐总和编剧大人的光，咱这戏还不一定拍那么顺利呢。那就没我功劳呗。那怎么没有啊？导演是数辛苦啊。我选完了请你回家吧啊。哎，怎么精神状态不太好？好像是胖了一些啊，是不是有些腹胀？哎，这个哦，我看一下。别动。确实有一些腹胀。今天早上和中午喂食喂了多少克？哦，这个我看一下啊。哦，这可能我们没有做记录。没有做记录？啊。社会化如何？跟其他小猫接触的还好吗？哦，可以可以，它是我们家性格最好的小猫了。那有刚认识几天的新朋友，都会被当对方舔毛。舔毛？哦。那有用化毛膏吗？哦，有有有有。我们都是有给他定时喂化毛膏的。哦，我们每周都有给他洗澡。每周洗澡？你不让猫不能经常洗澡，这样会破坏它本身分泌的油脂，更容易生病。啊，是。好啦，唐爸爸，你就放心吧。我让店家姐姐之前给花卷做过全身检查了，健康的很。麻烦你了，我们先走了。啊，慢走啊。不交了。